这个人用动漫头像这么 low， 肯定不是我啊！还不承认是吧？姐妹们，上！来啦！来了。啊，各位小姐好，我是陆巡。啊，是不是男生还没到啊？这样，我把周瑶他们都叫来，咱们热闹热闹。不必了，今天这是特意为你组的局。啊，为我组的局？啊，那不然小雷，你给我们介绍一下。姐妹们，自己来吧。我叫乐乐子。啊，你好。我叫袁梭梭。你好，你好。我是小七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叫敏捷的猫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夏晚，也可以叫我妮妮。怎么现在都流行叫网名吗？这些都是微信名，你从来没有听过吗？没听过啊，除了夏晚以外，这第一次认识，怎么可能听过呢？没听过。今晚就让你加深一下印象。现在，她们都是我的姐妹。小李啊，一对七是不是有点不太公平啊？没事，我们先来点简单的暖暖场。待会儿我们一个一个跟你玩骰子，点数小的那个就会被问真心话。啊，那行呗，那就听你的。那我先来。好。6:1大。那我问了，你有多少个仙女群？啊，我有7-8个的。夏晚，你来。我们来。哎。1:6大。哎，这多少有点不公平了吧？小李，你问，你通过仙女群加过多少女生？我就加过4-5个人吧。我是为了组局，平时也就是看一看朋友圈，点点赞那种。在座的除了我以外，有没有你私加过的女生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没有。3月12号，你是不是跟一个女生在聊天的时候，给她发了一张你在救援队锻炼的照片？绝对没有，我不给女孩发照片。4月6号早上，你是不是自己在家做饭，而且把蛋煎成了桃心的形状？不可能，我半年没有在家吃早饭了。4月17号晚上，你是不是跟一个女生说你喝多了，然后胃疼，那个女生要给你送胃药，问你家地址，你却拒绝了？我胃是铁打的，从来不疼。那就是你在演，是套路，为了博取女生的同情。我的苍天啊，小李，我真没骗你，干嘛不信我啊？姐妹们。你们信吗？我就不浪费时间了，实话说吧，他们全部都是你通过仙女群添加的，而且你跟每个人都聊了至少1个月以上，且跟所有人都表了白，要不是他们刚好在局上互相认识，还被你蒙在鼓里。怎么可能？你看我微信，你挨个对，你看我有他们微信吗？花蝴蝶撩妹肯定会用小号啊。你仔细看看，这个人是不是你？哎，这个人用动漫头像这么 low， 肯定不是我啊。还不承认是吧？姐妹们，上！血可流，头可断，我的发型不能乱，这怎么回事？我这醉了！哎，小林，小林，
那个人真的不是我。我是不可能会再相信你了。哎，小李，你就觉得我真的是那样的人吗？我的人品就那么不堪一击吗？你一边追着我，一边对着一群女生姐姐妹妹的叫，这叫人品？可以，你天天看韩剧管人叫小哥哥小哥哥，我看个美女都不行啊？你别偷换概念了行吗？渣男洗不清。哎，小李小李，你们说那种渣男是用始乱终弃脚踏两条船的那一种，我是交过几个女朋友，但我是真心对人家的，那总不能谁先提分手谁就十恶不赦吧？那不爱就是不爱了，不合适就不合适啊。你不要再给自己的滥情找理由了，像你这样的人我遇上一次自认倒霉，这次就当我替天行道吧。在我面前你就不用再装了。哎，小李小李小李，我发誓，我每一次出去玩我就是纯喝酒，我就图一热闹，我没有跟任何人暧昧过。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问周瑶，你可以问任何人。放开我，请你放开我。爱着一天又一天，再一天，却只剩回忆。